选我！天佑有情，只为个注定给我送上六地方坐。原来这台香车不配你，谁配？选我！我的车。 可是机车界里万中选一的王子坐骑，一看就知道是从城堡里走出来。其他上路，路人才会发现你身份的与众不同。我的公主，你说是不是？俗话说，大学男生有三宝：连衣把妹、鞋妹哈。连衣有三宝：口罩、背包、安全帽。生活都丢了。哈哈哈哈，我也这边做事，我免地方，买会使脱口罩。 安全看舒适，马高卡浪漫的啦！哇，哪位啊？哥其实不是帅气，是安全。安全，爸爸说出去玩最重要的就是要指定安全驾驶。你哪里安全？我有安全的驾驶技术，而且我的机车有 ABS。 你没事吧？ 没事吧？我们这位王子啊，车是名贵，喜欢飙车，但是我还是习惯安全驾驶啊，而且选购原厂配备 ABS 的车种，无论是郊外或市区，都能轻松对付。对了，虽然我技术好，但无论技术好坏，还是有可能因为轮胎锁死发生打滑现象哦。 状况还真多，幸好 ABS 在这种车速，让我还能放胆刹车。啊，你还好吗？你的车坐起来舒服又安全，就跟你一样。点解又是你呀、啊？帮路面降温呢？没事吧？冇事冇事，还好有保持安全速线。不过紧急刹车。 还是扑街啦！还好一路上有你，你真的好帅哦！实际上，透过像我这样的正确驾驶技巧，配合 ABS 的介入控制，机车刹停过程相对会稳定许多，更好控制哦。此外 ，ABS 也能拉近你与他的距离哦。You are my hero！ 没抛锚了是不是呀？ 拜托，还不是 ABS 的功劳。先练好技术再说吧。安全是叠加上去的，只有更安全，没有够安全。练好驾驶技术之余 ，ABS 绝对是老爸老妈、大哥小妹骑车上学、出门约会必备良品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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